好上加好，继续修进，不到这点永远不停。就 good, better, best, never let it rest, till good is better and better best. 哇，贴福字，吃饺子，发红包，与四世同堂的重侄孙一起，范一家许愿冲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100个春节。但除去与家人、学生相聚的时间外，这一天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依旧是午睡起床后做操，下楼散步看报，然后工作到天亮。反正累了休息，不累就干。口渴的喝茶，对我也没错，我出去不工作干嘛呢？怎么做事啊？100岁的许愿冲还在向夜晚偷时间，在沙发右手边的书架上摆放着他近期的工作成果，只是近两年就有莎士比亚戏剧集、毛泽东诗词选、王尔德精选、书信里的逝水年华、许愿冲西南联大日记等著作出版。谈及刚翻译完准备出版的《伊人倩影》，他保持着一贯的骄傲，不吝自夸。他是英文流动用着 The Picture of a Lady， 有人翻的一个女士的画像。嗯，你说好不好？是了是了，看到那题目不想看，有什么看的？中国文化深啊，中国有伊人的那个人，这伊人两个字的。很妙的，一个人的美丽的影子，你看，牵引比笔，还比如画像都好好多了。牵引，翻译这是一个乐趣，我画的比原来写真还好。从某个意义上说，我这个译文比原文更美。从青年时期到现在，许愿冲的自信始终如一。他的翻译著作多达150余本，其中涵盖中英法3种语言互译。他自称为诗意英法唯一人，许多人夸赞他有大家风范，也不乏有人说他太狂。许愿冲却觉得这只是实事求是。我觉得我正常，狂虽狂还在，因为人家做不到我，哎，也说我认为这算狂吗？我说我翻了100本书，我翻中英法，变成3种兑换。这种不是我狂啊，事实就是啊，这归咎的我是5000年来唯一人呐、啊。我如果是一种算是2种，那就是狂了，是吧？我是做了，我怎么就狂呢？100岁的许愿冲依然肆意率性，他曾计划100岁以前翻译完莎士比亚，如今完成一半，因翻到不喜欢的剧本，决定先行搁置。现在他的新年计划是准备自传《百年梦》，坚持每天至少完成1000字。莎士比亚写到翻到了，已经出了一小半，是吧？翻暴风雨，暴走不满意。写的人物啊，人物地点都不满意，这很牵强，就是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不想翻了。计划有还是有的，现在写《百年梦》，那个《百年梦》我不写就没人写，莎士比亚我不翻也有人翻了，是吧？那个不要紧，因为。像这样100岁写的东西的人不太多，好像是，啊，不大见的嘛。所以我这一百，哎，我这100年呢，这共产党是从100年，啊，100年的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走过来的？那个就我走了嘛，就没有人，至少没有人再写我这个历史。100岁的许愿冲依然执着于对美的追求，这种追求不仅体现在诗词间。他曾凌晨2点坚持下楼，只为赏月；喜欢坐车去离家更远的公园散步，只因那里风景更美。他还时常让家人带自己去长安街、香山等各种地方走走，看看日新月异的北京。为什么喜欢看月亮啊？嘿，月亮美呀！哎呀，人生就是一种美呀。美好的东西不看看是吧？看丑东西啊，看不一定要看，
你会想这个月亮的时候，不一个月亮怎么会犯纪念诗呢？谁卷子犯不好啊，我犯得好啊。爷爷其实很想了解，就是说北京的变化和中国的变化有多大，他不知道，所以呢他要出去走走，要自己亲眼去看到这些，所以他特别喜欢看北京的夜景，包括天安门去转一圈，包括各个地方，中关村这边都有，包括去我们去成都一样，所以他都愿意去快看看这个新鲜事物，所以他想走出去。现在还是高大帅气吗？不，这作为百姓的这还算可以了，是吧？我比其他的一百岁的大约是要好一些，我看一百岁像我这样的也不多，还是帅气的吧。啊，你这个是这个可以考虑。对于自己的一百岁，许渊冲很满意，但又不那么满意。对于钟爱的翻译工作，他觉得还能做得更好。新的一年，他还要继续好上加好，精益求精。不是遗憾，而是希望是更好。100首诗，1000首诗，有好有坏，不是做好的，哪能做好的？这个是吧？好上加好，精益求精，不到这底，永远不停。Yeah, good, better, best, never let it rest. Till good is better and better best.